田鸡排骨煲仔饭加一份鸡，窝蛋牛肉煲仔饭不要窝蛋，窝蛋牛肉煲仔饭不要饭。不好意思，中午不卖煲仔饭，来七杯冰豆浆。徐月来，马上就来。姐夫，我采访的时候你为什么就不告而别了？我去见客户。是女客户吧？啊，你要不要到楼上冲个澡？啊，你人性深处隐藏了很多小秘密啊。她是我的初恋，我们是纯洁的。哎哎，我都给你拍下来。你拍，我拍，你拍，我拍了。八十你也拍。这就是你的小秘密，你要是告诉他，我就掐死你。他是个奸夫。细脚龙中案，这只是一个约会，你们可不可以放过我？他就是个人渣，屁股上也成为鸟。公开了，第一来来，相信我，我如果骗你的话，就让玻璃裂开。